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木。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住的地方是在半山腰，而且能够俯瞰半条村。现在过年了，很多人都会买烟花来放。有朋友跟我说，你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烟花观赏地点。这个你还别说，我这里能看到差不多一条村人放的烟花。今天晚上我就守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烟花，我们这里的年味。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哈。那个是我堂哥家的别墅，特别漂亮。从这里一直往下，都是我们整个村子。看了我家的环境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守一下，看看有多少人放烟花，看看今年的烟花漂不漂亮，年味足不足。这就是我住在半山腰的优势哈，不管谁家放烟花我都能看到，而且我不用仰头看，随便抬高一点头就能看到。这就是远处的烟花，漂亮吧。农村乡下的夜景哈。第二轮烟花又开始了，第三轮烟花。咱们看看谁家放的哈。眼睛蒙起来。